故事新 T 细胞操第八个动作。首先呢，用你的拳头的拳心余悸的地方呢，开始敲你的胸线。注意，你可以敲大力，也可以敲轻一点，可以敲快，也可以敲慢。既有几个动作活化你胸线的部分。之后呢，将你的手掌心搓热，一样呢是两手掌合并。手指睁开，用你的脚夹住之后呢，用力搓热。之后呢，放在胸线的地方上下震动，头顶百会，一样脚踩涌泉提肛咬牙。很好，谢谢。